在处于盆地中，所以非常非常陡，这个有安全把手，这个路面，所以在下雨下雪的时候还是很危险。到这一边就没有任何的保护措施了，所以我要收起这个设备，然后特别小心的往下走，因为特别特别滑，这个路面啊真的是不好走，所以我先把这个包顺下去。